喵，来来来，喵喵，吊床给你们安好了，这个吊床还能摇呢，来展示一下，推一下，过来过来，快快，来来上去，你们体格小的猫上去比较适合，这个太大的可能上去不一定能禁住。累了，来来，都下来感受一下。我先给它停住，省得怕你们晕床。哎呀，立刻下来了啊！果果也在这儿啊，果果过来看一看，感受一下妈妈走过的吊床。走过的摇床，嘎哒嘎哒嘎哒过来，嘎哒嘎哒过来，嘎哒来，嘎哒快快过来，别跟着我。今天这个焦点是吊这个摇床，这嘎哒放点什么，是不是就能愿意晚上上了？喵喵，嘎哒咋的？眼睛都睁不开了。这吊床有那么晃眼睛吗？是不是有？是不是你尾巴别老挡开？这要到楼上那好看，他们还没上床呢，就把这个吊床的那个绳咬折了。你干啥呢？掉，不，上摇床，嘎哒，上来，上来，上来，我给你摇一下，这就是秋千嘛。我们小时候荡秋千可舒服了，你知道这个吊床、这个摇床、这个秋千，这我刚安上的。路易来了，路易过来，我刚安上，这质量还行，但是我可能太用力了，结果有的地方裂了，我是用胶水粘了一下。不知道后续能挺多长时间？陆毅，来，帅不帅？这猫一上去，自己一晃悠，都能把自己晃晕了。航天员指定秋千，你去！哎呀呀呀！我估计现在立刻是都没有猫愿意上来，但之后有的猫可能就闲着没事儿，它就能上来感受一下了。现在都不愿意示范啊！陆毅，下来呀！这小猫上去多好啊！这个小吊床可能比较适合小奶猫，从小培养，从小让它接受，要不冷不丁还不认呢。你敢过来吗？果果果果，你咋又亮肚皮了？你看你女儿，你看看你女儿干啥呢？亮肚皮呢，亮肚皮还不忘打招呼呢。眼睛，你看跟女儿看看谁眼睛绿啊？看看，又绿又大了，挠两下子，来挠脖子不？好嘞，娘俩闻一闻味儿。你还怕你妈咋的？别跟人撒娇了，来来，嘎达，你上来感受一下，有点小，不用放筐，再放筐把猫再放筐里头，一只猫没有，一只猫没上来，有点失败。我上楼，我看楼上的十几只猫给面子不？